哎呀，你看很多人为了减肥变美，从来都不吃零食。我觉得今后啊，你呀，你本来就很美啊。今后你可以接着吃零食，对不对？你越吃零食越美。一个字，绝。求生欲简直爆棚啦！5月9日，黄圣依晒出一段夫妻俩的相处日常。视频中，黄圣依正在吃零食，怎料老公突然跑过来碎碎念，结果杨子话说到一半，黄圣依就将零食重重放下，还露出犀利的眼神，满屏的火药味都快飘出屏幕了。看到老婆的反应后，杨子也是话锋一转，爆棚的求生欲也是没水了，把黄圣依的眼神拿捏得这么精准，杨子的家庭地位这是彻底暴露了呀。黄圣依、杨子经常分享家庭生活，夫妻俩结婚已经15年，而且还陆续迎来了两个儿子，但是依旧当众打情骂俏，感情丝毫不输年轻小情侣，老夫老妻的相处模式确实让人羡慕啦。